等等打烂的借口，干，我不会找借口哦。打烂就打烂啊，我只会说我打得像辅助而已。而且我现在选伊泽瑞尔，我的脑中都会有 Google 小姐的声音。然后我捡兵就会漏兵，漏兵，你可以再漏兵。不打美服了吗？美服太卡了。卡到一个不行。欸，我觉得这把下路没有很好打。看能不能滚到一点雪球。看我们家盘神有没有办法帮我滚一点雪球。有办法的话就好打。没办法的话我们就互农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按了空白，可是我人物是在画面的上半部，他不是在中间，这是什么巫术？照理来讲，不是要锁定在中间吗？为什么啊 ？Why？ 我按了，你看啊，我按空白，啊，在这里耶，我的画面中间在这里耶。为什么？他应该要卡在这边啊，应该要至少这边啊，对不对？欸，为什么？有改了，这版本有改，真的假的？看一下，有改哦。哦，我没有注意到这个讯息。好，我来找一找，这个吗？镜头控制。按 Y， 攻杀小啊啦，这个吗？哪一个啊？锁定抵消，太胖了，可能是 bug 吧。好，没关系，游戏那里锁定抵消。哦，这个，我看一下。好像这样比较奇怪，不关系，我试试看这个好了，新东西。对，没关系，我试试看。这是因为紫方才这样吗？骂不死麦特哦，有。按 D 再按 F， 干妈攻他小，别嘴炮。就没中，就没中，我怎么超级不准？中了吧？OK,Nice,、okay, 而且中路单杀 ,Nice,Nice,Nice, 这把他妈我还不赢死你 ,OK, 这个 gank 真的是蛮到位的这一波，诶，李信在中路露头了，诶，我刚以为他要戳上去，我都准备好了，干，他刚刚勾到他就要被打到爆炸嘞。别漏兵，别漏兵！哦，好险！这个压力呀、啊！啊！阿林没有练财啦！感谢你的订 donate， 几扣？你的攻杀小，你打好长哦，等
等一下再看。这波兵多，所以我们就一直用推的。在人家塔下兵多，就是这波要继续送，送的越快越好。所以你看，我一直补攻，不断的补攻，一直不停的补攻。那索拉卡超烦的。好，这样送进去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就会卡在中间。哎呦！对方又拉了一下，好，我们稍微动线。刚刚李信出现在上路啊，所以其实不用担心太多。那你跟雷欧娜配要给他一点空间。妈，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勾啊？完全不知道怎么帮他。妈。他刚刚不应该在那个点勾出去啊！小兵太多啊！我是伊泽瑞尔，如果我是库奇的话，我就打得到。可惜我是伊利。他蹲在那边干嘛？Nice！ 踩到夹子。全部的小兵都知道了，真是没有辜负 Google 小姐的期望。我们上路好像有点惨，31-26，还好。只是为什么这波会打到那边啊？哪来夹子？那个、啊、金克斯夹夹夹。Know your environment. 哇！被阿里一个跑线。BB 不点 W 没关系，我不是 BB。我不是核心真胖。好险哦！妈的，索拉卡动作那么明显。这他妈当我三岁小孩就对了。那我觉得 W 还蛮强的、啊，它是一个70伤害的 poke 技能，必中，基本必中。这有点耗魔就是。李信烦不烦呐、啊？他你马子是不是啦？Over here， 他可以跑线了。
阿林北又练财啦！感谢你的 donate， 我操嘞 ，double Q。Nice！ 来，抱歉。再退一波，因为李信在上。先出魔剑好了，觉得阿 Q 我操嘞！我们另外一边真的是死的死去，稀里巴拉嘞。为什么潘森不先跳外面，要跳里面？他刚跳这边就好了，他不要跳里面啊！他刚想抢龙吧？他跳外面的话，我们胜率很高，杀人胜率很高。没错。别抢火兵啊，大大们！哈哈，被抢光！木锤，木锤！应该说，刚刚如果跳门口的话，我们打人会打赢，可是龙就一定会掉。那相对的就是他跳龙的话，就是要赌有没有办法把龙透到啊。可是刚刚是没有的，我大脚好痛。感谢你的订阅，感谢。
嘉文被打到歪头了。我的，哇，哦 ，nice， 没换掉就还好，没换掉都亏爆了。但我走好慢哦，我是应该买个武术鞋啊，辅助不是要买武术鞋的。No time to waste.别跟，别跟已经死了五次的路啊！下上下环，上下塔环了，下塔掉了，上下。下面龙魔，好，我刷到下腹。为什么不先点那个？他怎么大啊？中，一穿三。别啊！我队友，快跑！我们拿到，哎、欸，干龙又不是我们的，拎哪嘞？有什么问题啊？这群人，好恐怖！啊，掉了。
中邪是不是啊？需要一双鞋。我刚没办法，我刚刚怕阿里有大，我旁边没人保我，而且我的状态没很好，主要是刚蓝宝 TP 下来的时候，贺主能力太大了。我现在是巅峰时期，伤害最好的时候。我那为什么这么嚣张啊？李信在后面吧，超嚣张哎！怎么可以嚣张成这样？为什么他老是？不是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个谁，潘森老是不进草丛，要在那边戳，不能理解。每次都不进草丛，要戳。我想要打会战，所以我都没有去弄边线的兵。我感觉这要死了。欸、他没，他刚好被塞人死，他人超衰。哇操嘞！这伤害差小啊！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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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丢！快跑！快跑！晕个！呜呼！快跑！哇！你哪？出什么好？干，蓝宝好痛啊！Let's go. Okay, go.我想想看，我们的魔剑真都快叠好了吧 ？Yeah， 所以我们等一下先补个鳄鱼好了，嗜血的晚一点。靠北，我刷兵而已。阿里在这。我操嘞！李信单杀我们家中路，杀小啦。喂，阿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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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没有，阿里在这。
靠杯，你们插的职业没手，这样怎么打？不是啊，我们从头到尾没对方的位置。哎呦，对方还不吃。没位置哦。对方还有一个加速，不要 ！Oh my god！ 死！被踢倒啦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差一点就要全收了，被踢倒太关键了。他缴了一个闪现就是了，没关系，还有的打。刚刚盘身这样开太危险了，应该要等嘉文先上的。大扣一下，跟雷欧娜一起放开。干你老师，我刚刚是跟着雷欧娜大绝一起丢的、啊，只是那个什么，看那什么，那谁啊？蓝宝脚大绝了，不、啊，脚那个脚闪现了。你们可以等我一下吗？我在带线。啊！干空了，哎、欸、，nice！ 哦、oh, nice ，那我来抓抓看。别踢，别踢。一点就觉得你没有踢，好险！他妈雷欧娜大局有那边留人啊！是哦，我们没有一招技能有中的、哦。你哪的，惊死人哦！哦，不，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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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妈运气真好。来带线了、啊。是把那边打起来了，好像不用我。我这个大绝还不中，抱歉。蓝宝下来了。两个哎、欸，好恐怖、哦！高手两个，有一个高手蓝宝，肥滋滋的蓝宝。李信又来了，李信又要踢了，李信想踢哦。啊，刚不就这样子一次了？应该想开吧。偷做可以了，可是魔力不知道够不够，如果真的做了以后打会战。应该来得及吧，蓝宝比较远。Nice。这波压一下比较好。我操嘞，扭来扭去，三个，
我看你背一下巴龙，我们下路再推。他直接 rush 是不是？又掉的、啊，全掉哎、欸！哎呦，为什么还会在这边？为什么他会在这边？哎呀，打太痛了！干，我被反了745哎、欸！搬家狗。当微笑，我还会买一个反家好了，买什么？野化，你感觉需要一个头巾哎、欸，因为TP 太慢了吧，而且 TP 可以踢炮车那边。哇，这波水饺，对面还有一个人有八龙 buff， 哇操！不带这样子逆转的吧？真是不带这样逆转，应该是不会。哎，干，好像有机会一波倒哎、欸。哦，好险！我觉得可以稍微追一下。3秒，还9。多少钱啊？2450，叫贵的。他超硬的，我又完全不能打他。队友怎么一个一个不见了？我一个这么漂亮的 Juke 虽然空打，可
可是我把阿里杀了，爆啦 ，GG！ 哎呦，真的是才刚收完前面，然后后面就死人嘞。看看我的输出，这么精锐，妈上路加文那边给我15000，哦，全场打最高的输出，吃兵最多的 EZ 辅助，看刚那波感觉，没办法坐三小啦，我们刚刚那边没有 AP 伤害啊，所以他们只要成反甲。我就爆了。